世界美女之父吴多威，吴多威制定的美女标准，美女的标准有三十三个条件，符合全部条件的女人才是美女。一、身高在一米六四到一米七零之间；二、体重在五十公斤到六十公斤之间；三、胸部的大小在 C 到 E 之间；四、耳朵和脸的角度在一百七十度到一百七十五度之间；五、 下巴两边的角度在一百度到一百一十五度之间。六、面部上痣的大小在零毫米到零点五毫米之间。七、眼睛的宽度在一厘米到一点一厘米之间。八、眼睛上端三毫米以上没有凹陷。九、眼睛上端到眉毛的距离比眼睛的宽度大一毫米到两毫米之间。十、眉毛往上翘五度到十度之间。 十一，11, 两只眼睛的距离比一只眼睛的长度大三毫米到六毫米之间。十二，鼻子的宽度比一只眼睛的长度大三毫米到六毫米之间。十三，嘴巴的宽度比两个虹膜的距离小零毫米到五毫米之间。十四，下嘴唇的厚度比眼睛的宽度大零毫米到一毫米之间。十五。 上嘴唇比下嘴唇薄一毫米到三毫米之间。十六，鼻子下端和上嘴唇上端之间的垂直距离比下嘴唇的厚度大一毫米到两毫米之间。十七，下嘴唇下端到下巴下端的距离比下嘴唇下端到鼻子下端的距离小两毫米到五毫米之间。十八。 眼睛下端和鼻子下端之间的垂直距离，比上嘴唇上端和下巴下端之间的垂直距离小零毫米到五毫米之间。十九，发际线上端和眉毛上端之间的垂直距离，比眼睛上端和鼻子下端之间的垂直距离小零毫米到五毫米之间。二十，额头往后斜十五度到二十度之间。二十一，眼睛比额头往后六毫米到一点二厘米之间。 二十二，眼睛上端的水平线和鼻子的交点比额头往后零毫米到两毫米之间。二十三，眼睛下端的水平线和鼻子的交点比额头往前两毫米到四毫米之间。二十四，下巴往前凸一毫米到两毫米之间。二十五，下巴比额头往后零毫米到两毫米之间。二十六，下嘴唇比下巴往前四毫米到六毫米之间。 二十七，27, 上嘴唇比下嘴唇往前两毫米到四毫米之间。二十八，嘴巴往前倾十度到十五度之间。二十九，鼻子和嘴巴的角度在九十度到九十五度之间。三十，鼻子比嘴巴往前一点三厘米到一点六厘米之间。三十一，笑的时候露出的部分没有牙齿上端以上的牙龈。三十二。 笑的时候露出的牙齿间隔在零毫米到零点五毫米之间。三十三，笑的时候露出的牙齿排列整齐。